嗦啦咪哆，没关系。一次次的练习修正，一首曲子，别人一两个星期练成，乙家要练一两个月。三个哆咪哦。一个曲子，他学会的过程当中要500遍，甚至有的很难的要1000遍。觉不得歌练熟一点，就是我要把歌练好起来，我让客人会很感动。患有唐氏症，但乙家从小就喜欢表演，妈妈鼓励他接触音乐。7年前学陶笛，3年前开始街头演出。我要去表演了，好 ，Let's go， Let's go。大家好，我是瑜伽白露丝，希望大家很喜欢。我很喜欢学陶笛，一直很美，我很喜欢，我觉得很喜欢表演。乙家拥有各县市共21张街头艺人证照，也常受邀到各地去演出。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安养院跟长者同乐。他的反应很好，看看我很可爱的，很开心，很开心。看到这个阿孙呢吼，也感觉足欢喜。街头演出，乙家用诚恳的态度、专业的吹奏，吸引来往行人驻足聆听动人乐声，很多人也不吝给予他鼓励。除了街头演出，乙家跟妈妈还有更多的梦想。那下一个目标，我想是，老师带我们到各地去做公益。我很感恩阿布，从小到大是他们，是阿布的功劳。瑞咪瑞哆，没关系。每一个音符，每一首曲子，对乙家来说都需要坚持不放弃的毅力，不断的练习才能完美呈现。从感人的陶笛声中，我们听见也看见他的自信，还有对生命的热爱。去，他先。